从列国到列邦，祭尊从你为王，高唱哈利路亚，祭敬拜弥赛亚，从这代到那代，万民不停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国到列邦。心事，旧的。
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。要欢欢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Oh,
敬拜的声音发出的时候，天上地下都要齐声来颂赞歌颂赞美我们的父神。是的，我们是属乎神你的儿女，主啊，我们要高声的颂扬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高声颂扬。因为主，我们知道当我们开口歌颂的时候，主你就必与我们同在，你要为我们做心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那我们再次拍手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赞美父神，赞美主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赞美你，谢谢赞美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今天你显明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是的，主，我相信今天神你做的事是那又大又大的事情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。主耶稣，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国度的精兵。因为主你说你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主，我相信我们来寻求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主你要为我们开门。因为主你是那在那沙漠开江河的神，在旷野开道路的主。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你要叫一切不可能都成为可能，因为旧事都已成为过去。今天我要在神的面前宣告说，主，我相信你要在我生命当中做新事，做大事。主，你要赐福我，扩充我们的境界，到我们，让我们得着丰盛与恩典的祝福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世世代代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父神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享受神的同在。谢谢你将天上的诗歌动工在我们的心灵深处，谢谢你的话来触摸我们，谢谢你的恩膏降临下来，谢谢你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。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赞美，一起开口祷告。我的天天杯，我的名是列国领导列基的家，你的带领全球的天地，我的世界的后岸，下面我的高湖，千秋万遥下面过我的老，我的草湾入的心，得救我脱离迄个派，因为国光临永光拢是你所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来，姊妹，请坐。请王医师夫妇来读圣经。各位兄弟平安，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语。第一次记载伫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至十二节。我实在甲恁讲，
妇人所生的从中未有兴起较大伫洗礼的约翰，总是伫天国的美色的又较大伊。对行洗礼约翰的时日到达，天国予人强强处，强的人用力处伊。第二位伫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至十三节，恁担了一个做白的，有囝来讨饼，敢会将石头予伊吗？啊是要鱼，敢会将蛇转做鱼予伊吗？啊是讨卵，敢会将鸡仔虫予伊吗？恁食的虽然歹，犹阁会晓得用好的物予恁的囝儿。何况恁伫天人的爸，敢无用圣神来予求伊的人吗？第三位伫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至十九节，耶稣应讲：我的爸惊代志够大，我也惊代志，所以犹太人越发要害伊，因为伊毋那犯着安息日。佮讲上帝做伊的爸，将本身算作甲上帝平。耶稣就应讲：我实实甲恁讲，囝若毋是看己爸行的，就家己袂惊虾米。因为既若爸所行的，囝也照安尼行。第四位伫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五至十七节。既那认耶稣做上帝的子的，就上帝点伫伊，伊也点伫上帝。上帝所有听咱的，咱也知也信。上帝就是听，个人点伫听，就是点伫上帝。上帝也点伫伊，对安尼听真做完全伫咱，予咱伫审判日。会好大，因为伊什么款，咱伫世间也安尼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现在用华语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。第一处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第二处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请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，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求他求给求他的人吗？第三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，请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而且将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事，子照样做。第四处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五到十七节，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。神就是爱，
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主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诶，咱来请美声四重唱来俄罗兄弟，好不好？来。辛苦为我牺牲，抓咱出王，今日更平安好。哦，我会当个看见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所归。无愧是你的，伊伫阮边影啦，予我完全的自由。无愧是家大半年小事生命，主耶稣。辛苦为我劳命，带咱出黑暗，今日更明的光，予我安当的看见。主耶稣。永远拢袂改变。
你今晚大家平安。拜一去参加柯天林牧师的个别礼拜。我答应伊，那出年要甲伊啉一杯威士忌。所以伫伊入牧去一工，当牧师一直甲我吩咐，一定爱灌酒啊，提杯啊，去甲伊三家啉。伫入牧。真济人爱未到的时候，阮就已经到啊！啊，当牧师就甲柯牧师讲：“你即马倒伫遮未啉啊，所以阮有炸酒来啊！你未啉啊，所以阮嘛无未啉啊！我甲伊讲，阮已经有做甲到啊！毋忙伫天顶纪念阮的信息。安尼啊，然后迄个牧师又甲伊讲：伊未啉不要紧啊，个别礼拜说了后，伊要替牧师啉。”我听一个拢戆起，人是一个足奇妙的动物，啊，普通时看起来拢足坚强，你甲柯牧师娘讲话时阵，伊拢很坚强，总是入目迄个一帮尼久，我看见伊一目屎是一直拼出来，啊，人是崩溃，我就知影讲，无论我坚强，实际上拄着人的事实，永远会流目屎，看到。同学啊，离开这个世间，阿妈看到真侪家己的同班的同学来，大家人的面啊，拢已经开始老化啊，无同款啊，看到一个我较早真心酸的一个兄弟，身高才180几公分啊，生个足烟头啊，台东的囡啊，烟头甲唔知要哪讲啊，伫30多年后啊，甲伊三甲做伙的时阵。看见伊已经鼓落去，走路是安尼，伊甲我讲，我甲问讲，哎，兄弟，你来鼓鼓，伊讲你念伊就安尼，当牧师伫边啊，伊真正是要忍啊吼，呸，伊当牧师也袂鼓落去，我感受到每一个人啊，迄个面拢已经无啥物共款，拢有足侪妖魂啊，嘛有真侪人是头毛无去的啊，有真侪人安尼是看到安尼弱不禁风吼，安尼吼啊，有个人是啊，喙须留甲真长啊，像李文义牧师安尼吼，伊留甲阁好看，啊，都有个留甲真长啊，三个见面的时候会怀念到学生时代迄款的生活啊，总是啊回头一看。已经经过30几冬，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感觉真怀念过去的生活。时间过足紧啦吼，你有感觉那就一万年久哈，会感觉那就长大娶某尔哈，那也即马见咱这大汉安尼吼，现在去有一个较青少年的外口啊，含一个囡仔啊要去寿司，我讲你毕业未？伊讲我叔，你大概就甲问安尼。我毕业了生囝，囝已经读高中啊呢。讲哟，26年嘛，吼，26冬吼，就是我拢记忆拢停留伫迄个26冬前，拢未去感觉伊坐会啊啦吼。人就是安尼吼，你做工课中间，我未记家己的年纪，看到同学死了，才知讲哦，差不多啊哦，就要轮到我，总是时间是上帝，唔是的人啊吼。我真忙的，会晓我的事吼，伫主的内面，将来为家己祈祷三项代志，和家己的灵魂形成、身躯臃肿啊，和咱所做诶，安那用完这个形成，我讲一解啊吼。咱时常爱祈祷啥物呢？有几项事，第一项是啥物？第一项就是灵魂爱形成，第二项是啥物？身躯爱臃肿啊，第三是啥物？所做诶，安那嘛足形成啦吼，唔好和家己变作一个足软弱的人。咱的主耶稣为天顶那个地上，就是要救咱，和咱这些人为罪甲救主的捆绑脱离，了进甲上帝国的内底。既然是伊救赎进甲神国内底的人，你相信耶稣的救赎的人，你要称作上帝的子。你看一个圣经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11节到13节的所在，你读看嘛咧，好，你读看看好来。约翰福音书第1章11节到13节，你读看下来。
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来，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像你大声读起来，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个读起来来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意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什么神生的。等你信仰说的后呢，伊就给你一个官兵，你讲这上帝的儿女。这个儿女是甚么？是完全属于上帝。过去你是个世间，你是世界之子。等你信仰说的后，你变成天父之子，你是上帝的子，你站在天国的内底。唔好忘记你哈。等你信耶稣一万年过中间，你的身份跟地位完全的转化。所以等你信耶稣了，你不是完全的转化，你是学要安怎来像耶稣安尼，真是有上帝形象跟上帝的宽恕。不是讲安尼，你爱学什么呢？学讲我要安怎真做一个上帝国的代表在地面上。所以在整个信仰的过程的中间，我真望你会晓建立跟上帝中间的关系。那不是你信基督教，我再讲一次，我们不是信基督教，咱是你恢复咱跟神中间的关系。当你受救赎了后，你不是进到一个宗教的内底，宗教未救人，只有什么上帝会救人。咱讲到上帝之路了后，咱恢复跟伊的关系。上帝每一天来引带你，逐天来引带你，让你真正讲到上帝之路。所以，是你那是上帝之路，我真望你会记得几项代志。你的讲话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上帝的讲话，我所说的话是神的话，不是鬼话连篇呐！哈，来啊，你自己看哈，你看我下几项代志。你爱给你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女，你说的话是谁的话？各位公司过来，神的话。你关心什么代志？神国的事啊！你代表什么的发言？天国的发言。所以你要维持跟天父真好的关系，跟沟通过来。你看第五行。第五行你讲起，你一定爱第五行，你一定爱从什么呢？爱会晓做上帝的工，你要做上帝的工。每一个你的讲话时吼，你拢是代表什么的讲话？神的讲话。你关心神国的事，你代表上帝国的发言，你维持甲天父中间迄个关系。所以你做一个神的子吼，你做一个神的子，你爱学习乜样啊？来为上帝讲话，关心神的事啊，代表天国发言啊，甲维持甲天父中间的关系。我一直强调这个代志，咱足侪人爱讲人话，阿妈爱讲什么？鬼话哈。我捌拄到鬼啦吼，有鬼界机会吼。我嘛捌拄到天神，我拄到鬼是伫北港。定暑假的时候，我住伫北港中山路啊。那定暗时伫困，拢会哭哭哭，穿擦镜吼，伫行路安尼啦。哭哭哭啊！爬楼梯，我就问我阿妈，讲阿妈伊是甚物咧惊？伊讲囡仔人困就好，你知吼？唔好插伊，伊袂家己安怎咧困就好安尼。我拢足感觉足奇怪，我问阿妈讲阿妈，啊你家咧困，啊大家拢咧困，哪有人咧惊咯？伊拢甲讲叫我爱困就好，你知吼？过无久我嘛看到阮兜门口靠徛一个人安尼吼，白色嘅人伫遐，我就问阿妈讲阿妈，外口徛一个哦，伊讲叫我唔好甲叫，安尼啦吼。我讲我甚物人？伊正甲讲，迄个228枪毙一个人，因为定拢徛伫遐。有一届呢，我伫楼顶落来吼，楼顶落来啊，看外口塔门，忽然间有一个人吼，面那是扬起啊吼，扬起啊，徛伫我诶面头前，我伫看伊诶嘛，伫看我啦吼。啊，我开始是无意识到，啊，等我意识到时，我惊一下，我嗌出来啦吼，我叫阿妈，安尼啦吼，啊，我阿妈就走来安尼啦吼，啊，我阿妈甲我讲一句话，讲叫你卖甲看，你搁甲看。我知道是什么鬼啊！你怎样？你如果被鬼所充满，你的形象就是怎样？就是鬼。我被关鬼的中间吼，有一个早起的足水哦，啊，忽然间呢，伊就倒落去，啊，啥？迄个动作是安尼啦吼，咱是一尾蛇安尼蛇安尼吼，啊，你啊，我知迄是什么？蛇鬼。我就奉耶稣命令他离开，一直打滚，一直打滚，一直打滚安尼啦吼。还有一个呢，一个姊妹嘛呢吼，有一天去跟马克老弟祈祷，啊，看到我怎啊，安尼吼，一家啊，我没变啦，我就唔知变哪啦吼，我惊着啦吼，啊，然后我再惊歪啦，伊讲啊，
你莫我来，我要给你教。啊，而且姊妹吼，遐祈祷的人拢甲讲，牧师你是共安怎啊烧啦？我讲无啦，我第一看到伊，啊，我因来看到你拢会叫啦，你一定共欺负吼。姊妹们，你们要知道，你们不要鬼话连篇。我讲一定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得甲伊讲吼，我们一起来为他赶鬼。我的公这问题是什么呢？你如果介入鬼，你就会像鬼；你如果没有从现在的罪恶作主的国度迁移出来，你迁移到神的国度，你所想的拢是世间的代志、世间的捆绑、世间的罪。你那是神的子，你进到神的国内底，我相信你所讲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啊，请问你，你讲鬼话较侪人请举手？讲人话足侪人请举手？喂，感谢上帝，你拢讲什么？都要讲一解，我拢讲神的话，有影吗？有没有很困难？你那是上帝国内底的人，我今嘛你个倒转来看吼，你说的话是什么话？神的话，你心内所关心的是什么？上帝的代志，无论你伫社会、伫食头路、你伫做工，你拢感觉这是上帝给你的工程，你要认真打拼去做，你知道？因为这是神所赏赐你的工作啊！你代表天国的发言，所以你有神的形象跟款式，你是代表天父的讲话。你不要小看你自己，你是很有价值。你莫定看紧家己啦吼！爱知道你是上帝的囝，对我讲一个来，我是上帝的囝。是上帝的喜乐，上帝的荣耀，是上帝的冠冕。我代替上帝的讲话，所以我爱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关系。你若无足好的关系，你无法度替伊做工课。你若是上帝的囝，我跟你讲，你逐工会有圣神引带你。伫古约个时代，甲新约中间，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的约翰。施洗约翰来嘛，讲上帝国近啦，你得安那悔改。总是事实上，施洗约翰因捌经历圣神，因捌承受为天来的困难，所以当伊咧讲上帝国近啊，叫人悔改，迄一个悔改的道理，伫过去的教会拢咧叫人悔改。总是事实上因无领受圣灵的能力，所以教会无得看到新约基督，无得看到困难的事伫上帝里面就解决。按你来讲，当耶稣基督来时，伊是圣神来投胎；当伊洗礼时，圣神降临在他身躯顶，而且圣灵的能力是无可限量的，无可限量降临在耶稣的身上。上帝国就是耶稣来之后，靠着圣神的灵力宣告出来，讲上帝国近啦，你就悔改。近啦，只要甲上帝国每一个人拢成做上帝的囝，你爱相信你是上帝的囝，上帝一生会带领你。上帝的囝一生会带领你，总是上帝放足侪困难伫你的面头前。上帝袂予你过着足简单、足喜乐个生活。大概看人咧结婚，足济牧师拢会祝福遐结婚的人，就是一生快快乐乐，你知吼？的过日子啊，讲咩啊？我看见唔是安尼，是一生都痛痛苦苦，哈、啊，每天都想隔壁那个人睡在我旁边，这个人怎么不赶快离开我，让我脱离束缚？哇、哦！弟兄们，把我即款喜欢的人，请你举手者，我看下。真是妈妈卡卡牙手尔吼，哎，无哈，我感觉咱得爱将咱的困难，上帝给咱的困难，我们一定要好的祷告摆在神的面前。唔知影愈济会困难愈济，家庭有家庭的困难。教会有教会的困难啊，事业有事业的困难。那像啊，我的困难拢未煞。总是我知影，我是上帝的子，上帝一定会摆平我的困难。我伫家庭的内底，我上惊接到的就是两个人的奶，就是阮查某囝，一个是阮迄个困伫我身躯边迄个师母。你知影叫做因的奶拢会发抖，你知哈？阮的查囝拢会开始甲我讲：“爸，即马拢无人救我，你紧来救我，你知吼？”啊，我经济有困难呐，啊，所以看到因奶拢先甲藏咧，拢无啥敢看到基督了，甚至呼吸啊，叫耶稣之后才怎样，才敢看啊那样。
我就一直逐天替伊祈祷，我逐概透早起来伫行路啊，伫晨更，拢为着我的查某囝祈祷，每天都为他祷告，就宣告说他是神的儿女，神要祝福他。愈祈祷，伊的事业安那愈凄惨，无祈祷无凄惨，愈祈祷愈凄惨，你知影吼？祈祷到尾，我就爱提钱去放人，安尼啦吼，去放人。那放到七月份，伊甲讲他身上只剩下3.5块，安尼有可怕无？3.5块，所以我得过回去了之后，我应该讲哦，3.5块没有关系，房租爸爸就付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生活费我也付了，我这边老背起来，我够慷慨了哈。然后呢，我得讲主啊救我，规划顾问师母甲讲啊，伊教会要过去以色列，我讲不该也再卖去。伊讲他最后去一次，伊大概拢甲讲最后去一次，那么已经去了5次了，这是第5次。我讲你是要去送啥？伊讲哎呀，还最后再一次，五才会圆满。安尼，有可怕哈！我嘛唔敢讲，唔通安尼有困难无？哦，阮囝要去读册，假讲伊注册是$70,000，你知影吼？读到了一个一年$70,000，我听着卡软软落。遮哀，啊！这做老爸吼，你有看我都耳善无？偏偏祷告，就要祷告。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每天都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女。啊，神啊，你替我预备一切，我就不怕。哪边人啊？很怕，啊，你不可怕。好，来，今晚来个告慰，有没有可怕？很可怕，什么可怕？一礼拜去个别礼拜，一个牧师甲我讲，很平，听讲你底是为了几亿？我讲，哎呀，你也知，伊讲伊逐礼拜拢看咱的 YouTube。哦，要牧师叫起来看咱的 YouTube。我讲你即马要搬咱教会边啊嘛，即马咱门教会搬来咱教会边啊。看你建筑费用偌济，伊讲6,000万。伊讲哦，很平，我去人家6,000，安尼我一个定是几，安尼是变喏。我讲你开始卖去，我进人教会怎卖你就好。伊讲伊不爱，伊要新呢。我讲哦，安尼哦，我想讲要甲骗骗讲来买咱即地，咱怎规摕来变去安尼？伊不爱。啊，几个有问题无？啊，要喂定是的时间，讲迄水喂的水都喷出来。哎，好呢呗。哦，贷款有困难不？安尼，我有问题不？哦，家庭有问题，啊，过来，教会有问题，过来，事业嘛问题，啊，但看起来有，啊，总是唔知要对生产无工厂，安尼有困难不？来，兄弟姐妹，当你遇到这么多困难的时候，你不要怕，都要讲起来，不要怕。无困难来伸下手，我讲这款的人无困难，就是已经呆伫公墓的人，遐人绝对无困难。哎，靠牧师倒伫遐吼，我甲救个手，起来啉啦，起来啉啦，一点瘾都袂瘾，你知吼？一点都没有困难。OK， 啊，我你要你想想啊，这么多困难，我只好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女。因为我是为世界受牵线，进到上帝国的内底，我是上帝的儿女。主跟咱讲，主更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追求我的国与我的义，地面上我所有一切都要加给你，地上所有的一切我都要加给你。我必须要怎样？我必须要相信。我之前牧师若无经验，我无相信，兄弟姊妹就绝对袂相信。所以我就只好在祷告。有一个行哦，我。接到我查囡的奶，伊迄个奶的观点吼，我唔敢看，总是写哈利路亚，哦，这都无要紧，这看绝对无要紧，因为一定是有甚物好代志嘛，所以我就开始读，伊甲讲我怕，啊，感谢上帝吼，我3月份，我去看军中的医生，因为有一款呢叫做战争症候群，甚物叫做战争症候群呢？就是极度吼，迄款呢危险当中，哎，有恐惧在他的里面。啊，产生一种精神的压力问题。伊吼，伊拄着啥物呢？要坐飞坐直升机，啊，要去的时阵，长官佮佮叫来，换一个人去哩。伊只飞机飞去哩，拄好飞悬去哩，飞机拄好下来。啊，规只飞机呐，拄好停落来，啊，伊活哩，啊，伊个东华呐，拢死，12个拢死。你看有奇妙无？还有一届，甲伊个同伴伫行路时，两个伫军营行出去伫巡视，忽然间伊个同伴呾倒嘞，一个查某呾倒嘞，啊伊徛嘞，啊伊总啊护理讲你是安怎，才只枪支伫遮，那有可怕无？很恐怖，对吼？伊把叫伊拉克人围攻14天，了后拢无放尿，
十四天他说他都没帮助，这样有可怕吗？啊，回来肾脏都要害去。啊，他三月份就在看精神医生，他开始啊，群众医生，伊讲伊过去的压力，啊，甲讲伊目前的压力，啊，讲甲伊哭干嘞，啊，迄个医生嘛，一直同情伊啊嘛，流目屎，啊，医生一直感觉伊语无伦次，唔知你讲啥呢啦，伊感觉迄种无可能的经历，啊，所以医生甲伊讲吼，安尼我甲你申请一个救济金，吼，安尼吼，伊是军人退休的，伫伊拉克打过仗，啊，所以甲申请看会当有一点仔补助无，啊，伊的想法是讲可能三四百块美金安尼啦吼。啊，总是我相信伊是语无伦次啊！迄个医生改申请的钱吼，煞变足济啦，吼啊！所以即个即礼拜写批给我，甲讲爸，感谢上帝吼，迄个美国政府给我一个月2900块美金，安尼啦吼啊！佮甲讲吼啊，因人无包括在内，因人若包括在内吼，佮有3680块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啦，哎，讲伊那着2900的时阵足欢喜啊，哎，当领5单，你知？领5单，我以前吼，甲我讲，爸，这五年内你就不用再负担我了。心情啊啦，爽吼，足愉快啦吼，你讲话，哎，愉快不？对不吼？即摆愉快都愉快了俩，搁一个哪样即摆？啊，阮师母诶，你不要忘记哦，下个月吼、哦、要寄钱来哦。啊！主啊，救我！我足感谢上帝吼，就是我今日去读册吼，美国政府扶持，一年的生活费用，零工的费用，一年7万块，总是美国政府付伊6万啦，对吼？啊，你甲想我吼，我一个查囡啊，伫美国政府付伊3000，啊，一年付伊6万，一个月5000。安尼多少8000美金啦，即吼，无定无定，我逐个月与美国政府得到，我的家庭得到8000块美金以上的帮助。还什么？你刚才想过讲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没有？你不要怕。还什么？在弄个，感觉大家拢惊无？很多都很怕。我跟你讲，惧怕带来闲话。当你爱神的时候，你在爱的里面完全，神就爱你到完全。你跟上帝的关系，那愈来愈好，上帝就替你陪伴。神就会带领你走一条人生不一样的道路，所以伊跟你讲，你要追求他的国，以他的义，不要一直对求家己。当你来信靠耶稣了，你爱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时，你会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所有 negative， 所有负面的物件都变成什么？都变成正面。这礼拜拜三，前礼拜三我去霍山教会啊，去看人的教会。还是一个无传教者的教会，啊，有叫400人的主会，伫主理的一个团队人是医生，伊拢是医生伫做这工课。等我去看伊的时，要去看医生，为台南要出发，我就看我的后边脸啊，吼，脸啊后边迄个脸啊，要破，我就做一个祷告，说神啊，让这个轮子不要破，安尼啦吼，让我几个倒转来安尼吼，当平安安尼。不怕神去的是真平安，啊，要倒转来吼，为迄地也是要起来了后，拄啊起来无偌久，啊，就哭，脸啊就破去啊，啊，就嘛感谢上帝，拄啊发现一个修理工厂，拄啊伫迄个路边，啊，就入去好修理，啊，迄修理的人甲我讲啥，你讲，哈，即个在那海去啊吼，已经拢无迄个面啊吼，无迄个盾，哎，规礼拜换掉了吼，我讲啊，甲换掉好安尼啦吼，啊，你还看另外这边，伊讲哦，你也真运气真好，这边嘛拢拆掉，这边嘛无面啊。你知吼，嘛爱规无断，拢爱换掉啦吼，啊，我就叫伊换啦吼，啊，换掉掉，我就想讲，哎呦，那来后站教会吼，那拄着脸啊破去，然后我就讲上帝，你甲我讲什么代志啊？脸啊破去，隔灯光，青苗个现前奈何啊？伊甲我讲，伊个车的脸啊嘛啦，嘛破去啦。伊甲我讲，牧师，上帝你甲你讲什么呢？你知吼，来。你若那个特别人，你想的物件是啥啦？上帝不爱咱行门徒信的这条道路，不爱咱来做一场啊门徒训的这条上帝的正正这条道路。上帝爱咱大家人欢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做些基督徒就好，安尼啦吼。总是唔是安尼？我忽然间在想着讲，上帝爱咱换新的轮胎，行新的路，对吧？有冇 Amen 冇？你若拄到歹代志时吼，你莫想讲啊，这是上帝意思，无爱我行这条路，唔是？你爱应该为负面的所在想，甲变成什么？变成正面啦！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代表神在说话，你蛮有神的形象跟款式，你活着
要以神为念。所以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去到圣殿嘛，好不好？然后他爸爸妈妈要回来，倒回来是找无囡仔，就去到圣殿找一个囡仔。然后就跟门讲：“啊，你来留在圣殿。”耶稣甲他爸爸妈妈讲什么？讲我以神的事为什么？为念，好不好？你敢捌当代志？你做代志是用上帝的书，用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国，加入你的意念来处理代志。你敢捌讲相信我？我是上帝的囝，我既然是上帝的囝，我要求上帝迄个无限量的能力会进到我的里面。耶稣安怎，你就安怎。耶稣讲捆绑，就安那，就捆绑。耶稣讲套绑就套绑。哪里来讲？在你的身躯顶，你相信你是耶稣所救赎的，你是上帝的囝，你同样有这个能力跟权柄，你就不要怕，你不要怕。嘿，今晚，搁提醒咱，跟恁讲，拄在代志啊，不要怕。这礼拜我去帮咱一个两个姊妹啊，拢有一个问题，暗时唔敢困，暗时呐电话切掉都唔敢困啊，因为有鬼啊会来催因呐。伊讲一个家公，伊去旅行的时候啊，皮包。放在那个密度的关顶，啊，一只手吼，怎啊伸出来，把皮包摕起啦？伊知吼，讲爱怎啊手回来，啊，讲哎呦，啊，人哩都会都无嘞，伊搁放嘞，哎，手搁伸出来，搁个皮包搁摕起来吼，伊都惊一下吼，伊意识到什么东西，灵界的东西啦吼，因为都无可能的代志，啊，一只手做只软软安尼啦，伊知吼，啊，出来个摕迄个物件，伊都惊一下，啊，搁另外一只手嘛，讲伊暗时咧困的时啊吼，讲有些人入来，啊，个掀被、个揉被、啊个梳头壳安尼啦。伊拢惊到吼，都唔敢点动安尼啦吼。哎，暗时阵胃胀了，伊就唔敢困嘛吼。啊，我想到一个长老啊，咱伫洛杉矶教会长老啊，为伫美国倒转来啊，有一天去困 motel， 倒来去困一下，啊，要今天刚要倒来咱教会礼拜。伊讲去困的时吼，忽然间伊感觉伊咧困的时边啊徛一个姊妹，一直甲看，啊，伊拍开个目睭。马甲看，安尼，啊你会惊未？会惊吼？啊，伊讲请伊走，啊伊拢唔走，啊伊所唔敢困，个伊看伊看伊，安尼看到天光。哈真趣味啦！伊今天刚来礼拜时哦，足无精神啦！我讲你先啦，哦，我讲三暝哦，一直捏困，甲乱只阿妈咧啦吼，全拢无困啦吼。啊你好，我甲讲，啊你若无放一次，明明等下走，伊讲我是袂记得啦。他忘记了，他忘记了，你知道嗎？啊，咱教会一个兄弟跟太太去纽西兰佚佗，啊，去入去到一个旅社，纽西兰旅社嘛有一个纽西兰的鬼来催他，伊无信也袂信啊，所以就奉耶稣命令他怎样就离开。有没有权柄？有权柄。你怎么不抓住权柄？你要胜过灵界，要胜过罪恶，要胜过咒诅。你讲这上帝的囝，你有官柄。你有能力赢过撒旦，赢过咒诅，赢过罪恶。你被拣选来，你受精选，叫做上帝之路，不是干那要享受迄款的快乐的生活，甲祝福的生活。你要相信上帝，让你有真实的使命，让你有官兵，通赢过什么？我讲一解，罪恶，赢过咒诅，赢过撒旦的能力。Amen 无？有一解，我。看一个姊妹，真趣味，伊到迄个赶鬼，伊拄着迄个鬼的时吼，呀啦呀啦呀啦，哇唰啦哇呀啦，一直跳啊吼，啊，要用赶迄个姊妹，看伊在跳，伊嘛呐，伊嘛跳，哦呀啦唰啦哇唰啦唰，我讲，安尼是变安怎，安是变啊赶鬼啦吼，你知影你呐，你会讲咒语，所谓撒旦嘛会讲啥，会讲咒语，你的动作安那，伊就安那，伊就学你做，啊，我起我讲不是这样活的，你讲，我叫伊去阿伯。咪在我后边，哎，怎徛在我后边变成安那只？哦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啊，佫有一个张乐佫较好笑，怎跟我去？伊忽然间怎圣经怎摕安尼？安尼啦吼，怎摕安尼啊？啊，讲啊，你先啊摕安尼。伊讲牧师你行头前，啊，迄个行后边，哎，伊行最后边安尼。我讲是安怎？伊讲伊足惊。我讲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怎么会怕呢？啊，请问你我会惊咩？我足惊。我嘛真惊，总是面对鬼你袂使惊，你真的不能怕。你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怕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被拣选，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靠着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，靠着圣神的灵力，我们就是要胜过撒旦的能力，胜过黑暗的能力，胜过罪恶，胜过捆绑，
胜过做主。Amen。所以我今晚你被拣选，你要知道你很重要。你受精选，你是决定我你上帝的囝。你不是来到这个世间，干哈？你过这关受祝福的生活，我相信上帝的祝福，因着咱的基督，伊会带咱行头前。我讲一个见证，我感觉上帝的这几个月啊，对。世界工厂有一个很大的祝福，就是你说在小组中间在那里黑白说，你说去世间有很多那个废弃物都没得处理，中间有那种叫做皮革污泥，有纺织污泥，还有一个纸浆污泥，这都没得处理。我就跟世界挑战，跟世界说，世界你的工厂可以去申请啊，要做纸浆污泥，加做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皮，迄、那个加纺织污泥啊。你知迄个申请拢啊，差不多两冬久的时间，啊，都爱足侪过去。啊，总是伊过去，伊个工厂已经用八冬的时间去申请一个理会处理理会。啊，我甲挑战讲，世界去做看卖咧。啊，伊总开始提，伊家己个申请啊，个写一个 proposal， 然后去环保局，不怕省，两个月就过啊。两个月就过了，那两个月就过之后，我迄工厂我跟他搞八片，搞八片，买都无多，得什么物件啊？好，你一个牌啊，你跟他每天看着那个牌啊，买几牌物件已经拢摆了啊，就是讲有足侪人要摕物件，就要好难处理，啊，咱无多去处理，啊，所以需要一个工厂。啊，需要一个工厂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祷告说神啊，啊，给我们工厂，给我们工厂，安尼啊，上帝开始吼做工，我去看着一个工厂的关田的所在，1600平，啊，迄个人是一个。教授，伊嘛申请这个啊环保类的东西，哎嘛要修，啊总是申请真久的时间，申请未出来，啊所以将迄个工厂释放给阮，啊要让阮1000万，啊阮就去租迄个所在，阮甲出850万，伊讲好，啊总是呢，忽然间想要提较关价，安尼啦吼，啊所以就无签约，当隔天讲忽然间两间报一个工厂，啊阮去看时，感觉迄工厂啊厝拢起好啊，工厂嘛起好啊。内面拢装好啊，啊，拢符合阮的需要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阮就决定啊啦，甲买安尼啦，买这个工厂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买别人850万这个吼，啊，忽然间呐，无要甲用吼，伊就开始吼，足艰苦心啦吼。总是我知影上帝对人拢有一个信，有一个锻炼，我都相信神的带领。只要祷告是神的儿女，你有困难，神就会带领你，你知吼？带领你啊，结果呢，阮去买这个工厂，啊，这个工厂敢开个介绍吼，我感觉合理。啊，就是1050万，哎，1500万，安尼吼，1500万，啊，我去甲买，要去甲买时，你敢不知？伊讲安那，伊讲种植税爱阮付，我讲哦，我第一届买土地吼，种植税爱阮付的，我就坐在边啊，我拢无讲话，我在祷告，啊，这个大老板呢，伊也伫台湾土地拢做，伊甲我介绍讲，伊35万平，安尼有多无？安尼遮好个人啊吼，连。正在做爱阮父，我伫边啊祈祷，啊，愈祈祷呢，感觉讲啊，刷刷去啦，甲买，因为抢时间，呀，啊，工厂够好啊，我随时都可以进去工作，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就甲伊讲，好啊，提一个介绍，啊，就刷成安尼啦吼，啊，成了吼，我有一个感觉，一个责任，这责任是啥物？敢知？那个工厂不是为自己设的，迄个工厂是为神设的，因为神给你这个恩典，那不是自己的，那是谁的？是神的，所以我就甲世界讲，你赔定要安，看到钱，望得到钱，无多开钱。你知影？这痛苦的代志啊吼，看得到钱，望得到钱，啊钱未开钱，安尼有严重无？真足严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上帝的代志，兄弟姊妹，唔是我的代志，这是神的代志。同款一个样式，我感觉咱是上帝的囝，咱。上帝给咱一个足大历史的责任，去起一个文创，这不是我的代志，这是神的代志。神自己会排比，上帝家己本身锻炼甲印刷。我们在接受一个历史的考验，那是上帝一件。我们是神的喜乐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冠冕，我们在为神做大事。上帝的代志、后代代志，无一件代志是安那，是简单的代志。请问你做这做妈妈，你伫饲囝有困难无？有无？有大代志无？有无？你甲看较早人个饲囝，甲即爿饲囝，有愈饲愈歹饲无？有嘛吼？用足大声吼，对无吼？
你看吼，即摆一个囡仔生出来，甲顾家吼，我真是想拢无个啦吼。最近我收到一个人，也是叫做吴再兴院长，唔知我一个人知即个人，较早马街病院院长，因老爸老母拢总生十六个人，会生生甲未生生十六个，啊，毋是要困吼，要困的时找无囡仔，拢都爱摕迄个电图，迄款的电话，你敢知影？你敢捌看到这個？有电图点的电位，安尼去找找囡仔，倒伫涂骹，啊，甲摸起来、捡起来，甲放在蚊虫的所在安尼，拢总饲十六个，会活袂活，拢交互上帝，十六个拢总朴素，啊，咱饲囡仔，哎呦，唔敢互爬，行伫涂骹，食伫涂山，我是食涂山大汉的，有无哈？啊，食这项也唔敢食，食这项唔敢食，大汉拢足惊，干啥呢？我甲团德讲，甲教会团德讲，讲代志，把你的孩子从小就带到，每个早上都带到新中路十四号来一起敬拜，包括我的孙啊，我就甲讲一起来敬拜。我随讲咧，随哀，有听到吗？我给抱来走。我刚刚，我们要把自己的儿女都交给神。我们要恢复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，对吧？恭喜盖，我要跟神恢复美好的关系。所以，请你注意看哈，等待会有关系时，我有写几项五项的代志，请你看嘛者。最后五项是，最后五项是，请你看哈，来，请你看哈，来，福音的本质是，我们的灵与天父重建关系，你甲看来。其实哈，上帝经调咱恢复上帝的计划的恢复咱甲上帝。中间的关系以外的，或者计划中的，恢复我们在神计划中的地位。就是你讲什么？你是神的儿女，那不是干那？你找什么？应性的天堂，我应该求神把天堂借着我们建立在人间。再来，你个看好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当一个神的儿子，然后呢，学习抵挡什么？撒旦，实行天父要我们做的事。对我读这个好来。对，读一解吼，恢复天父在计划中的地位，来，就读一解来，恢复天父在计划中的地位，所以我是神的儿女，对，讲一解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不只在寻找永生的天堂，我是要把天堂建立在哪里？人间，我要学习当一个天父的儿子，我学习当一个天父的女儿，我要学习抵挡谁？撒旦、罪、作主，有没有？我要把天父交给我的，我要把它怎样做出来？兄弟姐妹，我们真的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，历史性的镜，把神活出来。我大刚跪在祈祷，拢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是你的镜，我伫你内面，要你成就一个你所爱我成就的大事。我知这个事是更大更困难。我知道这个书不是我的书，是你的书，你自己本身来印出大量的看过。我一直去讲到我家庭的上帝祝福印出，我也跟你讲到我的工作上帝印出的祝福，同样一样，上帝要带我们走，不是我们用头脑去想的事情，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最后再跟你讲一次，我们是上帝的子，对，讲一个，我是上帝的子。较大声讲一个，我是上帝的子。我有上帝的形象，有上帝的宽恕。我讲上帝的话，我做上帝的事。我是上帝国的人民的代表，所以我是上帝。我是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三个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不忘你呼救耶稣，圣神的呼叫耶稣，感谢神的耶稣，圣神的呼叫耶稣，耶稣你在我的心灵的深处，感谢你拯救我，让我们脱离了世界，离开了世界的地位，进到上帝国的里面，成为上帝的子。感谢你恢复我们的地位，
求你来祝福我，我一生追求你的国家、你的意，我相信地面上一切你都要说服我。当我在追求你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会借着困难的事来破碎我，你会借着困难的事让我跪在祈祷，建立跟你有更好的关系。主，当我在追求你的时候，我知道主，我会借着你来完成大个难的事。主，愿你引导我，让我不是恢复地位，让我在历史上有价值，让我活得有意义，让我活得有真美好受祝福的未来。主，这时阵我嘛要奉献金钱在面头前，愿你祝福我的奉献，也祝福这也奉献地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祝福这吟诗唱歌的兄弟姊妹。安尼祈祷，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你若第一届来教会，免挂伊这个奉献。中无比永远的荣耀，
全心全意全力，全心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将礼物带到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，从心里面啊摆上在你面前的礼物。主啊，也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主啊，让我们过一个属天的生活。主啊，让圣灵每一天充满我们，也带领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习来依靠主，成为天国的子民，也成为在世上啊为你做见证啊荣耀你的精兵。主啊，感谢你。也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过一个丰盛的生活，也经历丰盛的生命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我们要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位新朋友啊。当我念到名字，邀请啊这姐妹能够站起来，让我们欢迎她一下啊。李春梅姐妹有在我们当中吗？哦，欢迎。啊，请坐。啊，也啊邀请春梅姊妹在聚会结束之后，可以到我们的新人包厢啊，我们有同工在那边等着要啊招待你。好，那我们最后一起站起来唱颂荣的诗歌啊，之后请牧师来祝祷。主啊兄弟，我心内何的梦呀？你所从者何定一秒伟大，我给自己压低大当的旅行，因跟观念穷马无丢世界，我心就来喊七声的哈利路亚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上帝主爱、信心的感动，跟咱众人三个彼得，不只是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心像歌，我落去做上帝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像歌，我落去做上帝，你真伟大。都在避讳。